下来呢，为您邀请到这一位，那可是风尘仆仆的载誉归国的一位巨星。提起此人呢，大家都非常熟悉，从前是本班的副班长，后来呢已经变成了万世巨星啊。最近在这个美国拉斯维加斯表演之后，在上海大剧院非常成功的演完了个人的演唱会，来到了我们现场，那不是别人，就是费玉清先生。我们现在请阿布老师吧，来先就定位，现在就让我们一块啊，来欣赏一段非常优雅悦耳的歌声，欢迎我们这位歌王费玉清先生。沉默的嘴唇还流着泪痕，这不是胭脂红粉可掩饰的伤痕，破碎的心灵流失了多少的情，弥补的谎言偿还的借口，我不会去当真。爱的心路旅程只能够你我两个人，不可能是我独徘徊，也不可能散人心，你可以去找新的恋情，也可以不留一点音讯，但不要用偿还做借口，再让我伤心。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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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们阿兔老师，哎呀，谢谢谢谢，哎呀，各位电视机前的朋友，大家好，各位现场的朋友，你好，你好，哎呀，哎呀，小哥，平原你好，小哥，哎呦，飞哥你好，太难得了，真的介绍的太隆重了，各位同学，各位同学，哎呀，今天真的是凭良心说呢，能够小哥愿意折节啊，对耶，什么？就是说我们本来呢是一定要另外晚上开棚啊，对。要欢迎小哥、哦、像上一回一样、嗯、还有一个木嘛，巨星入场木曼掀开来的时候，能够再度邀请到小哥已经是我们制作单位奢望的，谢谢谢谢谢，结果没想到小哥马上点头，哎，真的、啊、就说哎，这个节目他大概是看在这个、啊、这个老哥的面子上，这个是收视率这么好，观众反应很好，哪里哪里，我也非常的开心能上这么活跃这么热门的节目，费玉清这个人就是这样的，对对对对对，所以为什么他你看这一次去这个大陆上海大剧院演唱、嗯哦、出、啊、下面坐的都是非常高贵的夫人很多呀、啊哎、没错，是是是，听说那个票是一销售一空啊，真是黄牛票叫价都已经到1000到2000块人民币、哦、很可怕呀、哎哦、我真的是怎么讲才发现啊、嗯、唱这些虽然有点年份的怀旧歌、哎、其实喜欢这样音乐的人实在太多，嗯，当有一个歌者把它串起来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演出活动，就台面下的人通通出来了，是是是啊，所以说唱这样的歌的人歌者真的也不多啊，硕果仅存就那么几位，哎、嗯、真的要爱护一些我们这些稀有动物啊，好，哎呀，这真的，哎，今天光是这样来介绍呢，这怎么可以呢？哎呦，用嘴巴赞美怎么能代表我们节目的心意？哦、这已经很隆重了。哎呀，还不够，啊、要再提升规格，好不好？要提升高格调。张帝先生，哎呦，哎呀，来来，自欢迎词一下。还有歌啊？是是是是，哎、这有意思了。哎呀，哎呀，你好你好，劳驾您了。你好你好。哎呦，还唱的是《挑夫》嘛？对呀、啊。哎呀，这就厉害。张帝为了你来的。嗯、哎呀，哎呀，这厉害。我要听一听。嘿，这是飞鱼。
亲哎，这位是张飞兄哎，两人是兄弟呀、啊，啊，我来说分明哎，哥哥是老老的，啊，弟弟是帅帅的，不呀不说明，你会像他儿子。像话吧，有点太押韵。对的，你可能我们也不过才差几个月，一个年头一个年尾。哎，那种你捧人家，你这个是费玉清，这个是张飞，谁不知道嘛？不说明一下，人家会误会啊。但是你最后一个也没办法押韵嘛。哦，对。对对，要是不说清楚。你看起来像他儿子，这是什么坏了功力了，有点不太押。这是对不起，我们这位老张先生、哦、准备不够还是？不是，有点紧张、哦。他也是很少碰到大牌啊。哎、儿子，哎，儿子，这个不会、啊，我还有词儿，有啊，好吧，接着唱，对，我们老师来，来来来来来，这就厉害，还可以改一下，改一下。一日复一日呀，好歌唱不停哎，迷倒了多少人呢、哎？他对社会有贡献，有贡献，贡献，赚了很多钱，房屋卖了好几间。哎呦，押韵了，押韵了，哎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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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都是金唱片呢、哎、我们都爱你耶、哎、你再唱他一百年好、啊、哎呀这次真厉害第二次还能改词还有押韵还有押韵这就不得不佩服您张兄哪里哪里在您面前献丑了献丑最后再说声谢谢你哎呀谢谢谢谢这次太特别了，怎么样？用歌唱、啊、来来来来赞美一个人，是啊，是啊，这是人间哪得几回啊？哎，其实张继天歌王他对您凭良心讲啊，那是崇拜有加哦。这不是说三两句话，可能他那个词还用背的嘞。哦，嗯，第二次，对不对？这就不办了。俗语说得好，有来无往啊，是非非礼也。嗯、哦，人家这样对您唱过了。嗯啊您是不是也应该回一下？对不对？这个不是开沙先生，我们这个费玉清要回唱一首歌给你。哎，不是，这个没有安排吧？这个没有讲了，你讲来。嘿，我说张呀张弟兄哎，你今天歌颂我哎，我不是他儿子，太容易了。我们谢谢你，哎呦，哎，你这个憋哪的，从这边看得出来，第三句就露出憋脚来，这个反应很重要嘛，你们兄弟俩。省长弟兄耶、啊、谢谢你夸奖我耶、哦、加运了他不是我儿子耶我是他爸爸更离谱几个八的我现在才发现真的这个找人家麻烦自己也倒霉对对什么弟弟难得没来要好好去现在才知道人家你才知道张弟的厉害那黄品源也准备一下那当然代表一下、啊、嘿, 嘿, 嘿, 嘿你的称赞是连 melody 的感觉这时候只有一个人能帮你的忙兴隆兴隆哎来准备准备我说张飞兄呀还有张弟兄呀以及小哥呀还有那平原兄哎我要告诉你们、欸欸、我不是你们的儿子耶最后说声谢谢你飞哥和费玉清
清架杠的兄弟情，在大哥大展露无遗。马上就从嘴里说出来，对对对，哎，哦，吸一吸，吸一吸，啊，吸吸，温暖的兄弟情。来来来，好羡慕哦！兄弟之间就是这样，哎，我来帮你擦一擦，哎，这样就太恶心了，飞哥。小儿子那个房子的事情。精彩内容马上就来了。其实一看到小哥来，哪个不想在您身边绕一绕？对呀、啊，这说下来，刚才随便这么一 test 啊，还真的张帝这个陈为民蛮厉害。哎，对，哎呦，有一套有一套。当你想没诺里的时候，有时候没词、啊；你想词的时候，没诺里忘了。尤其那个拍子来的这很快的时候，根本老金还来不及转，哎、这是马上就从嘴里说出来。哎、对对对，吸吸吸吸吸，吸吸，温暖的兄弟情。来来来，好羡慕哦！兄弟之间就是这样。我来帮你擦一擦，这样就太恶心了，飞哥。小儿子那个房子的事情，不然怎么会无缘无故有人帮你擦汗？真是，每一个动作里都有它的含义，都有含义。这个人呢，就是不适合在这里。今天我们小哥来了，可不能空来一趟。哎，我们今天要点名多唱几首，就是你比较不擅长的。哎呀，不擅长的，这是不要为难我。那个时代可能彭平原还没碰到。哎，搞不好，可能你还是学生时代。对对对对对，那时候唱的歌曲啊，是有很多歌是被规定唱的。规定综艺节目不能不唱，叫做净化歌曲啊。哦，净化歌曲。如果你一唱呢，观众朋友马上就好像马上回到20年以前，真的会想起来啊。哎，一些净化歌曲，大家都非常熟悉。您要想得起来，就帮忙接下去。这样好了，您起个头啊。阿尼好，我的反应其实很快。阿尼好好好，那来气化麦，来来来来来，好，孔锵老师给一个净化歌。来，哎，这首歌啊。水呀水迢迢，山呀山高高，弯弯小道绕山腰，山顶白云飘，山顶白云飘，哎呦，路旁野花香，声声黄莺莺枝头，微风吹树梢。树上我也得到逍遥，我把歌来高声唱，歌声传云霄，山顶白云飘，路旁野花香，声声黄莺莺枝头，微风吹树梢。哎呦，好啊，好啊，先爬起来，上山嘛，这个。哎，节奏继续，不继续啊？看看，哎，还有一首歌啊，兴冲冲，哎，笑眯眯，哎，走向成功的大道去，有希望，有目的，我们永远在一起，不灰心。你也记得了。一切都需要靠自己，不彷徨，不迟疑，我们永远在一起。你给我安慰，我给你鼓励，就像姐妹和兄弟。你给我照顾，我给你勇气，哪怕短暂的风而已。哎呦，要奋斗，还要努力。一步一步地走过去，不停留，不休息，我们永远在一起。哎呦，哦，永远在一起，拉了上去，我帮他拉高。嗯，哎哎，如果友情的安慰大概什么 key 啊？他的啊，友情的安慰，哎，这个唱，嗯。先来看我，带着鲜花一朵，你却没有说，鲜花表示什么？我深深觉得有一股暖流流过了我的心窝。
来说，不用对我说，鲜花表示什么？友情的安慰，比什么都快乐。哎呀，啊，还有还有，哎，想到没有？我想到啊，每一个人都有理想，把握人生方向，只是理想不一样。鸡腿挂脸呀，鸡腿赛跑，不错，对吧？理想需要去实现，理想需要去于天的开。哎呦，错，李亚平。心要雨，不要心彷徨，你的意志要坚强。击掌，只要能把握人生的方向，幸福就在你身旁。还有在路上，我和你，哦，这也是进化歌，好听啊！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别彷徨，别犹豫，我和你在一起，高山在云雾里，也要勇敢地爬过去。大海山暴风雨，只要不灰心不失意，有困难我们彼此要鼓励，有快乐要珍惜，使人生变得分外美丽，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哎呦，掌声鼓励鼓励，不简单，还真的记得很多歌。嗯，这些歌曲以前都是在这个国庆大典的时候，或者有国家光复节什么。哎呦，整排歌星这样子一唱，唱四十分钟，哎呦，还没唱到最后一个人呢。哦，对对，以前这些歌非常的正面啊，对，非常的进化。每次最后一定，一树桃花千朵红，朵朵难比美娇容。哎，对。这些歌都想到当年的岁月啊，对呀，欢乐假期这些，哎呀，对对对，哎呦，你刚刚这个歌，这突然间我还是吓了一跳，对，每次要不然就是什么举杯，举杯高歌就过去，洒热血抗敌人，哎呦，还有小哥，我记得我听过你唱《晴空万里》哦，《晴空万里》，万里万里。相册影响，多少人流血流汗，大家才有今朝。饮水思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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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分七七分七福我和山丘同胞。到那时到那时，家家欢庆乐滔滔。哎呦，这飞哥记忆力太好了。嗯，哦，今天一点这个一点，让他勾引出好多的回忆。哎呦，哎，我只是这样旁边配一配，喉咙就哑了。啊，怎么会这样？那你为什么可以这样唱两三个钟头？唱两三个小时？哎，这个大概平时的一个锻炼啊。哎呦，真的，那喉咙要去压压久练了，对吧？我还啃甘蔗。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一考了啊，就是说，哎，以前这么多进化歌，还有进唱歌等等，哦，那个时候经历过很多人的新闻局长，哎，你还从费玉清出道，我到现在那时候记不记得你那时候新闻局长是谁？我知道这个，在62年的时候还没出道，哎，我那更早了，哎，62年的时候新闻局长是钱富先生，哎呦，哦，那么因为每一任的时间倒没有一定的限制，所以有的人长，有的人短，哦，这样，哎。到后来就丁茂石先生，
哎呦，原来他也当过我们新闻局长。丁茂石先生后面过了以后，宋楚瑜先生。宋楚瑜先生以前也当过新闻局长，也当过新闻局长。后来到了张金玉先生。对，记不记得？所以历任的这个新闻局长，其实都对这个音乐方面都他们讲都有意见，怎么样培养更高的气质？每一个主官上任，是就有不同的政令。对，所以啊，什么节目？每一个综艺节目一定规定要有这个进化歌曲几首比例，而且进化歌常常会常常来还选到那个杯酒高歌又要命。要搞个曲，我的哎呀，大家都很怕碰到。你有没有常常被封？有啊，常常碰到。寒梅陇上香，春来春哇，又来一首。知己犯风兮，换来了蝴蝶。为什么打哈欠？自己起屁起低了。以前就是康雅是碰到那个杯酒高歌。哎，那我常常就是因为我叫张飞嘛，对，有的导播以为我是女的嘛。哎，他就唱那个了，就是。借风衣裳为谁？那叫什么？对啊，柳条长。然后我一听，我怎么会叫我唱这个？那我也没办法，只好柳条儿长，堪称模仿。